第38题，小智将不同颜色的玻璃纸分别覆盖在不同颜色的色纸上，并以白光照射，如下表所示，则哪些组将会呈现黑色？玻璃纸是透射光线，红色玻璃纸只透射红光，色纸是反射光线，绿色色纸只反射绿光，甲蓝色玻璃纸只透射蓝光，但是绿色玻璃纸只反射绿光，所以这样子会呈现黑色。乙蓝色玻璃纸只透射蓝光，蓝色色纸只反射蓝光，所以这样的结果会呈现的是蓝色。丙红色玻璃纸只透射红光，而白色色纸可以反射所有的光线，所以丙会呈现的是红色。丁红色玻璃纸只透射红光，而蓝色玻璃纸只反射蓝光，所以这样的结果会呈现黑色。戊绿色玻璃纸只透射绿光，而红色色纸只反射红光，所以这个结果也会呈现黑色，所以会呈现黑色的是甲、丁、戊。因此第38题问我们说，则哪些组会呈现黑色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甲、丁、戊。